潮汐早日，淘金客们夜以继日地在河滩上重复着打捞沙金的动作，不曾抬头。他们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，淘到更多金子。河段藏在丛林深处，每日只听得见沙石与河流摩擦的节奏。猫头鹰昼伏夜出。 咕咕作响，金，化学代号 AU， 原子序数79，硬度2.5，熔点1064.4摄氏度，宇宙中最古老的元素之一。你告诉我，金子是太阳的眼泪。 醒来了，啊！打听一下，这太阳的标准是啥？老弟啊，你白是白了点儿，我还白。那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先给你搭个样。 干过没有？去年跟他起号喝完干过。旁边签字。叔，您抽烟。化学天子。 说你呢？杀！最后一步多余了。你给人家递的什么烟啊？那叫黄金烟，那是他们老家最贵的烟，还敢别人都递烟呢？你不看看人家递的什么烟？红双峰，只有小半截才给人家递老家的烟呢。把你弄了，你倒还在这站着呢。赌一把。 不用递烟也能进。自贡厂别家的规矩：小半截头半拉月，只干活没钱赚。咱家老板好，工钱用沙金结算。半月一结，挑沙的2克，洗沙工3克，挣的金子每月找公司兑。小半截装上老火枪。 干活可不能像刚才那样溜肩耍滑。去吧，谢谢师傅，俺一定好好干。你也去。其他人去吃顿饱的，四牧场就不溜了。 说，和侯段的事，你们俩商量就行。我只会看矿，不用问我意见。我是不喜欢外行人，四牧场在他们眼里就是窑子，心态黑，做事没得规矩。莫怪我老山欺负人，干他们都是为大家好。老吴，你不一样。 你掌规矩，脑子好，咱俩活起来干的好处不用我多说。合在一块儿，不还是那么多人干？每个人还能多挣。靠人挖，一条猴蛋一天就产这么点破东西，这一季就得挨过肩顶。这个土法子早该扔了。
我在南阳通了渠道，能搞艘彩金船进来。只有把大家的胡段连在一起，才耍得开那么个大家伙。到时候不用养那么多人路，大家都省心。反正我们跟公司包下胡段，怎么挖他们也不管。 你们仨干不了这行，我会摇筋斗的。把纱巾从里边挑出来。 这五锦超是老板，好好干，吴国不会亏待工人。公司把彩金证发给哪过，哪过就算了算。老吴，你在牧场胡混了这么久，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主，白白被人叫成吴阁楼。我这人懒，胃口也不大，竟然分了一条河段给老马。 除了拿我该拿的那份，其他的事他自己说了算，我不做他的主。整个四牧场都知道你讲义气，对兄弟好。你的话他肯定还是听的。 一个走心犯，你要是不留他，整工牧场红不人敢给他饭吃。回去好好琢磨琢磨。揣着金钥匙，何必天天啃咸菜疙瘩？咱俩联手干，莫说四牧场，就是整条牧场活都会是干的。衣服脱了。 跑哪儿去了？下午河段上没见你人影啊！还不是伙食的事儿啊！说吃不惯，底下人都嚷嚷着要吃白面。最近消停点，再过一个月就到雨季了。干完这一季，大伙儿就能平平安安回去了。山老板找你了，那我过去，想把咱们的河段跟他合了。 为什么合呀？有什么好处？他找了一条彩经船，想往深了挖，到时候也不用养那么多人。我不同意。
那合着谁说了算啊？找你过来就是提个醒。最近机灵点，手底下的人管严点，尤其是新来的这些小半截儿。私募厂要是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咱们就去江外，去紫梅岭。老马，咱们都是挑沙子一起干上来的。这几年好多事儿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。你走进被抓，也是我保的你。你心里边有点数，别太过分了啊。这小妮儿，那时候翘不翘？咱俩一屋。正式介绍一下，陈宝金。阿牛，找胜利。哎，那时候这屋里也没个活盆让他哄哄血哈。你就带了一双鞋？还有一双，咱不舍得穿。你穿多大？42。哥们儿，我这儿有双胶鞋，43的，你穿着可能有点不跟脚，多订两副鞋垫，先凑合穿两天。你这给安了？啊。金子挣都挣少了，千万别把脚给跑烂了。谢谢小兄弟，哎，谢谢包姐，谢谢包姐。咦，这带劲！咱掏着金子，俺给你买一双。不用，这鞋经穿，好好穿吧。恁咋还带恁多腰的？头一回出国，有个头疼脑热皮外伤的，上哪儿找大夫啊？真细致。哎，你是城里长大的吗？是啊。赶快铺床吧，这又坐船又坐车的，终于能有个床板好好睡一觉了。走。你弄啥嘞你啊？这是我的床，你的床，你说一声啊！你把东西往地上啊！你能咋教你？哎，小兄弟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多包涵。以后就是室友了。你走。哎，有新来的，过来，快点，快去。他脚下一滑，没有站稳，扭伤了脚。他抬起头喘气。看了看站在河对岸的同伴，那个人已经走到了河岸，受伤的陶金科叫住了他。然后呢？如果是你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如果你是岸上那个怎么办？继续走。
你就把霍端转给老善德了。外海人大都被他挤得走了。你要不答应了他，他不会放过你。你要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办？你一码归一码。 怎么能变成一码？毛衣是给我织的吗？给我儿子织的。你是我儿子。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织件毛衣？无可金。 单老板一唱一和的，不知道呢，还以为你们俩才是一家呢。谁发我金子，我就跟谁一家。一码归一码，你说的。算明账，整个四牧场，谁都没有你净数。 霍岸上的同伴，头也不回就继续往前走。受伤的陶金科，最后被一只狼救了，他们成为了同伴。很多时候，人还不如一只狼。我攒够钱就离开这儿，带着我儿子治病去。 这些东西你让郭子去练就好了，还大老远跑一趟。要不这么，过来看看你。你是在看武建超在不在？看他要干啥去。当初是谁说的？武建超吃了不吃？他送康不？还需要时间。 预计来这就结束了，对边境那头的杀尽还没凑齐。会凑齐的，不着急。刘哥，你今天晚上收起来个没有？ 没得出糗，哎，我还是老火枪待遇好，咱屋里啥时候能搞印钞？他不是用来考学的。哎，把孩子偷了考上。什么？把孩子偷了考就。过来考上，快点啊，快点，快点，陶军。 管理爷，你老老实实对给公司，一个能对28可以了。28，38我都嫌少。上面。
果子那张，五十一张的馒头，五十，哦哟，瞧你那怂样，五十，就你几个这点水金子，不拿去兑给公司，哼，你还想等着猫头鹰来给你发牌？来，刘哥，刘哥，如果真找收到牌，咋个看啊？你讲话嘛。没收到牌是吧？数字就代表牌价，三十一个。写着交易的时间和地点，哦，直接丢到河里头。你个笨蛋玩意，猫头鹰是那个牧场河最大的金贩子，你这辈子都接不到牌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洗牌啊！洗牌，洗牌，洗牌！哦，朋友，喂，你狡诈种，你信不信老子拿你当葫芦烤？打什么人啊你？小杂种，你敢跟我抢活？哎，刘哥，打打，老子！刚来第一天就闹事儿啊！那不是俺们闹，闹事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宝金。为什么来四木厂淘金？为了发财啊！把他分到挑沙组，另外一个去洗沙，再有下次都给我赶出去。哎，悟空，聚众赌博，老规矩，每人罚两口金。明天交队上。交队上。大点声。是。八环，23K。味咋了？会不好吃啊？你觉得这玩意儿好吃啊？这咋不好吃啊？俺想吃胡辣汤也吃不着啊。我看这地儿是真穷，穷啥穷啊？这有金子，俺们要好好干。干好了，俺也买一拖拉机，再娶个胖媳妇儿。哎，那啥，明天晚上节目呢，是不是能对给那儿？啊，15K。你是七星。哎，啥是七星？七星八黄九红是判断纱巾的成色，越红成色就越高，对应的价格就越高。那倒不去对了，哈宝才对个他们。那不啥对给谁啊？对个他们，牌价8，一个纱巾才卖28块，买个金贩至少能翻100。能找着炉子，能翻200。
杀戮子能翻两倍，你这个小半截还是卖给公司保险。我看起那些人了，那是公司腐化队内，管着木厂货打打小小八个进厂，专抓走私杀金，套那金子只能都给公司，被他们逮着了，轻的罚钱，重呢让你吃牢饭。这金子兑不了钱。 就是个石头子子。你说的路子是指什么？你莫惦记了，只要路子来找你，你找不着路子。干嘛？蚊子！一天到晚跟我干什么？去检查去，查严点儿。 下车，没事。货款队监察，快点。老外，进趟货而已，到底要耽误多久啊？这两天我们又抓了个军贩子，一个河东佬。一问。 说是私募厂收的，木发，现在每一个金厂都要查验，不是针对你，老吴一个人。约都蹲麻了，那蹲到啥时候？多了几个新面孔，新招的。雨季马上就到了。 得抓紧干，新添了点人手。你们这群死耗子，都是靠金吃饭，说到底还是一家人嘛。哼，鬼才跟你们是一家人，要不是看在当年我俩一起出国的面子上。 老子也搁那儿蹲着去。报告，这大哥好像生病了，您那边的蹲，看着怪难受的。 真藏在屁股后头，哎，叫哪样？大炮，你信不？就算你藏在嗓子里头。
我也能给你抠出来。不干，不干了。我给公司。越挖越干，今天两条河段统共出的量不如往日的一条。老马手底下有个金客，今天跟我一起跑车，藏了金，被老外给逮着了。老爷子。老马的河段，你来管怎么样？啊，算了吧。我如今摇个筋斗，手都哆嗦。帮你招招人，盯一账面还行，河段管不了，太重了，得要我老命。再栽培个吧，现在的年轻人。一个比一个聪明，我看这回有个小半截就不错，有点文化知识，看着机灵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你说那个陈宝金，哟，这么快就蹦到你眼睛里了？第一天来就跟老六打了一架，你说是机灵呢还是憨宝？嗨，年轻气盛，磨蹭一下就好了。那个小半截儿，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得再摸摸底。我总觉得他看着眼熟。今天老外看他的眼神也不太一样。我来吧。不是送你去考了吗？啊，哪个月还能回来的？我掏钱。老锤子，从哪来滚回大去？我哥没找人了。我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哥他掉到崖下去了。我们沿着下游找了一个月，要活着早就找着了。人没找着就还是活着。你懂锤子？牧场河的水大转转，人下去就捞不上来。我不管，反正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要是人真没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老板，我们可以里应外合，反正你要抓奸犯，我可以当你在司牧场的眼线。你，这咋了？
这他站这么多人了，不过来了，等一下啊！不过来了，老大爷，好。 先放下来吧。太。这个是昨天皮尔藏进那个，好像是。你说是哪个干的？还有那个猫头鹰。我们的猫头鹰放牌，我们的老师这个公司。 走进走进啊，都被他好下场的。报警快！ 找到啥了？真的？要是那小半截后面惹了啥事儿，你可得负责。那真是你招的，又不是我。不去算了，你自己问他去，我还要回去干活。这要让别人知道了你是个女娃，你还干啥活？你哪样意思，老头？说好了替我保密呢。 反正哪天我要管不动你了，你就走，跟个小炮仗一样，后悔招了你。行了，我会替你好好看着他呢。老老实实干活，别捅娄子。 真的。
着糖雪。